小小真的要上北大了，太棒了！走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去和楼下。不去。我要好好看书了，老师说我离搬砖还差10分。最近不是挺努力的吗？怎么成绩还这样？我也想不通啊。不差这一分，我过2个礼拜马上就要去打比赛，你们给我加加油。走。不去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呢，赶紧去虚度光阴，虚度完光阴，好好的学习，听见没有？我要回教室看书了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太棒了，真行，真好，真好，加油，真好。你还是要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的，这可是大事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也愿意跟你父母谈一谈。不用了，老师，我可以自己做决定。那可是北京大学，不也一直是你的第一志愿吗？是，但是我之前不知道保送就必须是指定的专业。哎呀，这事儿也怪我，这是今年5月份才下的教育改革规定，我也没有好好了解。不过，北大的中文系还是不错的。嗯，但是那不是我想去的专业，我还是想自己考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回去好好复习，备战高考吧。谢谢老师。教室拿两本书，准备去图书馆看看。嗯，可以，很上进。我把我的笔记借你看吧。啊！小心！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把这个拿好，晚上涂一涂，消消毒。谢谢医生，不用谢了。我穿衣服了。好好，慢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小心小心。谁干的这事儿啊？太危险了，幸亏没砸着你。跟我走。等我一下。出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做什么了？你好几次偷偷跟着我，我不是不知道，但是我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情。刚刚那东西是你扔的吧？我都看见了。易东东的手差点被你砸成重伤，你知道吗？要真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负得了责吗？说吧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要不说，我就请苏老师来找你。对，马小小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样子。高三了，你还从理科转文科。自打你来了我们班以后，我就变成了第二名。好，我也认了。结果呢？北大的保送考试，学校只让你一个人去。你现在考上了，你又说不要，那我算什么呀？你放弃了北大的保送啊？人家就是考着玩呢，反正考上了也可以不要，害我没能拿到保送考试的资格。不要就不要了，那你怪小小干什么？不怪他，怪谁啊？就是他抢了我的名额。如果你是年级第一，我是第二，如果之前的竞赛是你得了奖，那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啊！考上了那是我的本事，放弃也是我的权利。还有，今天你的所作所为，我要是告到老师那里去，你别说保送了，你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不一定有。所以我劝你，有这点闲心算计我，
你还不如好好回去复习复习，准备高考，给你爹妈争光。真的放弃了北大的保送吗？闭嘴！给我的。不是说要给你笔记的吗？学习是有方法的，不要因为短时间没有进步就否定自己。现在努力还来得及。好。走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好嘞，妈。洗手啊！哎，快点。阿航，留学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体检也做完了。哎，阿航，要不要外婆帮你办一个送别宴，好好热闹热闹？不用了吧？为什么呀，哥？大家一起吃饭热闹一下。还是等我学成归国再庆祝吧。学吧。其实我已经放弃保送名额了。啊？什么？而且确认书都签了。马小小，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？大学是我在读，我自己做决定有错吗？有错吗？小小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为什么放弃保送啊？保送那个专业我不喜欢，我又不能自己选。那你喜欢什么专业？我猜猜，外文系、医学系，专业我还没想好。但是你们能不能让我自己去做决定？我的人生我自己会负责的啊！我吃好了，我上楼了啊。哎，你看，你惯了。姐吃饱了，要不我吃了吧，别浪费了。吃吃吃，你都把它给我吃了。暑假去补课去啊！啊？放假了还要补习？这考大学就是千军万马过这独木桥。这考大学啊，就得像打仗一样，你得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。行，爸妈，你们别说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要闭关修炼。上大学，哥，你是最棒的，走，快！东东，加油！必胜！
给我找点人。好。这批货务必给我小心。知道。听见没有？好的，好的。验货，是。刘叔，小巧，你没事吧？刘哥，快快快，扶一下。小静哥，他怎么了？哎呦，衣服都湿了。
哟，好烫啊！发烧了？走了，先把它扶回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。哎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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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别弄他了，背他吧。啊，好。哎，我这全身都湿了。来了。衣服换好了，进来吧。他怎么样了？还烧着呢。39度吧。先找找退烧药吧。今天晚上能退烧的话，明天就不难受了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守着。你守着？那不行，这守又得我守着。你想想啊，他万一想上厕所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背他。再说了，一个女孩子。那要是郝姨发现你一晚上没回去，满街追杀你怎么办？我认了。行了，你别闹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今天真是诸事不顺啊，受伤的受伤，发烧的发烧。你这个伤还是替我受的，哎，光荣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又救我又救他。哎，不客气。不过，小剑哥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全身都湿了还躺在路边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洗完澡从水房出来，他就已经在那儿了。小小，你真的放弃保送的名额了？是啊，我确认书都签了。因为牛一反对你考北大？不是。那你想好要考哪的大学了吗？我……你怎么老问我呀？你什么想法？我不是本来想去考北京吗？但是我这成绩，哼，考上哪儿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为了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，放弃保送资格？我肯定是不能像你那样，但是我支持你，绝对支持你。哎，我发现我每次跟你聊完天，我就感觉轻松很多。那这么说，你还是要去北京啊？当然。
咬我几只。老师，你叫。好好好好，睡睡睡。啊，叫。啊。你包的。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手艺不错，要是加点葱花和麻油就好。不要转移话题。你辛苦了，快回去吧。你知不知道你都烧到快40度了？死不了。那。好了，要不要再吃点？我把一东东那碗给你拿过来。他背我回来了。是啊，我们两个把你弄回来了。我小贤大哥，我能不能问问你啊，这个混社会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了让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啊。今天你打我兄弟，明天我抢你地盘，有什么意义？那你们每天想考第一，想上大学继续考试，又有什么意义？这样离开学校进入社会，就有个好本事啊。所以啊，最后不都得混社会吗？我跟你说一件事。嗯。我放弃了北大的中文系保送。你不去北京了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不喜欢那个专业，我想自己考。但是还是有点怕。嗯。最重要还是你自己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有点怕？
有吗？你不喜欢中文系，那你想考什么专业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但是曾航一直让我学建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学建筑，这么四平八稳的专业，不像你的性格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也应该去提前混社会了？好啊，我罩你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这不还有他吗？好，那你再休息会儿吧。还不走啊？准备住我这里。小小呢？早走了。我也走，我也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哎，谢谢。你干什么呢？那么，哎，昨天学累了，我今天早上出来活动活动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哎，赶快回屋子收拾好啊，我做饭去了。李东东怎么那么没精神啊？滚，晚上做贼去了。走，出去玩去。哎呀，不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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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我明天就要开始体测了，我现在特别紧张，你得陪我好好的放松放松。哎呦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哎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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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紧张，回家好好洗个澡。你现在技术那么好，谁打得过你啊？是不是？那我们提前庆祝一下，走。哎呀，我真不去，真不去。必须得去，走回去吧。我还有一篇英语课文没背呢。走，走，走，去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哎，老板，四张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四张。嘿，老乡好哎，玉清嫂。我还是不去了，我回去学习吧，还是。哎，往哪儿走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走吧。当你回顾自己的人生吗？啊，你想的是一道道习题吗？不是，你想的是青春啊！体训啊，青春啊！考试啊！青春懂不懂啊？考什么试啊？快点！哎，刚那个动作太漂亮了！我打着你了，你流鼻血呢！哎，我太兴奋了，好厉害呀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哎，关门啊！干什么？关门啊！不好意思啊。哎，
哎，孙子，你笑什么呢？我玩一下你的了。喂，警察来了，快跑啊！快走啊，警察来了！喂，警察来查来了！跑啊！警察走！你看你们为什么会有警察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先跑吧。我们没犯罪，肯定不是来抓我们的。那万一被抓了呢？走吧！哎，是不是抓这个人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先跑吧！喂，警察！你们看刚刚电影里，我给你来一个，啊！苏子，没事吧？吓坏掉吧！绿荫的小巷，旧日球场，一样的背影被夕阳拉长，错过的渴望，风中睡着，是我不安划过的年少。绿荫的小巷，呢喃山川，转角的头望你身上的光，追逐的追逐，总是不能抵达，简单的一句放下，后悔角落，朦胧中无言脆弱，徘徊有微光闪烁。往后是你流浪的一场欢喜，就让那些不安分的角落留下我偶尔脆弱，时光遗忘。